关系。他最近的愿望是希望依依多爱他一点。看明年有没有机会。一年啦。看有没有机会。看有没有机会，不知道。开始规划了。有想，不可能。但不能讲。我们视线往后移。你现在体力上面会有落差？我觉得已经差不多啊。纳豆现在回诊状况都 OK。OK 啊。大概多久？3个月。3个月。今年有结婚的打算？可以。看明年有没有机会。有，今年的一月，现在2025吗？今年，就是今年啦。看有没有机会？为什么？看有没有机会？不知道。我要求婚了吗？啊？求婚？还没。你在规划了？有想，不可能。但不能讲。啊，都讲了。对啊，对啊。不能讲啊，不能讲。那你表今年已经很。你就写 to be continue。就是生活都一切如常。对啊，吃呢？更吃更多，吃更多在咨询。对啊，对，营养师啊。那你最近吃正常吗？他最近的愿望是希望依依多爱他一点。他有点担心。豆哥睡过夜了吗？睡过夜了。4个小时睡过夜了，3个钟头会醒来一次。但是还要拍嗝。会有夜尿的，还要拍夜尿的症状吗？你不要害他又复发。不会啦。不会，纳豆有长吗？因为毕竟你没有，不要露出哀怨的表情。没有长哎，都大病一场，回来还没有长。对啊，没有多一点药费吗？对啊，是不是应该组制作人？保险在这里。